起来长期以来受到很多来宾的照顾，那他们今天又有一份特别的心意是要取悦我们的圣母皇太后，就是我今天是不是看起来很难取悦？我也 baby， 你今天很漂亮 baby。哎，阮经天吗 ？baby， 阮经天，你来了，谢谢你，谢谢你。包伟明啊，我脱下眼镜，脱下眼镜就知道。baby， 你忘记我了吗？谢谢。baby， 头发不要乱剪哦 ，baby。OK， 你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有点完蛋了，抱歉，抱歉，抱歉。我还打算他如果再讲一声 baby 的话，我就要立刻赏他一个耳光。好简单，来来来，加油！你再叫我一声，拜托。真的吗？你再叫我一声 baby 啊。那有什么问题呢？哎，水杯给你。哦，那什么？贵好清凉啊，我整个都洗过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是因为要像陈汉典一样揣测小 S 的喜好，那我们麻烦他们呢去搜罗了一下，他们觉得最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奇特的人事物，结果他们呢就真的花了力气带了摄影组到外面去找了他们觉得很好玩的东西带到我们摄影棚里面来，等一下会一个一个呈现给你看，然后希望能够博得你的一笑。欢迎四位女士。明星呢，他们有私下自己想了一下 S 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那班杰，你揣测小 S 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东西？这一天我想说我要来一个比较可爱的表演。嗯，对，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是要嘛就是要很厉害的那种，就是可能他可以就是后空翻三圈然后到地上，要不然就是要有趣的。对，那今天我是走有趣路线，有趣的路线。有趣还是可爱？因为我很讨厌可爱，有趣我喜欢。哦，真的啊，这很有趣。对，所以没有可爱的成分在里面吗？其实它也可以有一点。那你喜欢恶心吗？恶心跟可爱的话，我要恶心。好，恶心啊，我就送给你恶心，恶心他会。好，班杰，为了小 S 出去寻找这个奇特的人事物，寻找的过程，我们现在播放给大家看。OK。Hello， 大家好，我是班杰。今天我要介绍一个特别的人物给你们，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表演者。能让身怀绝技的班杰直呼厉害的人，到底会是何方神圣呢？看那个手势啊，似乎已经透露一点端倪了呢。该不会是佳佳吧？但是问题是我没有他的联络资讯。我知道了，我就上那个最流行的 FB 脸书查看看 ，maybe 会跑出来。我有听过用脸书交友，没听过用脸书寻人的，这方法还真的有用吗？光打个中文名字就打了老半天，看来凶多吉少。嗯，好像没有这个人哎，那怎么办？问你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因为脸书的创办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搞不好如果用英文输入中文的名字，就会出来。是今天也是 gay， 有没有这么神奇？哎，这个比较像哦。就是他，就是这个。还真的给你找到了呢，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耶、yeah, ，他加我好友，他没事，而且他在家，我刚约他来票务馆，他说 OK， 所以等一下他就会来这边就见面，好好聊说上康熙这件事情。既然用约网友的方式把人约来，哎，怎么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哎，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啊。咱们班杰既然已经进入了打坐冥想的状态，哎，到了，哎，一炷香的时间也过了。经过了一炷香的等待，班杰找来奇人要现身了吗？哎，小班你好。香蜜只露出了一只手而已，难道这只手藏着什么样的玄机？还是赶快回到现场看一下小白的庐山真面目吧。脸书上面真的用英文输入可以找得到很多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用英文拼音你就可以找到，我用中文我找不到。所以你说要汉典臣才找得到吗？对，有外国人的逻辑。对，一定要把他的姓摆在后面。我们现在欢迎这位人物进场哦。好，我们欢迎班杰找到这位。你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呢，是，并没有他承诺的恶心这件事情啊。因为你看起来不恶心哎。你是学生吗？刚毕业。出名已经多久了？出现在电视上大概一年多。
这一年多来有带给你什么好处吗？通告费的好处吧。哦，对。所以你登上的舞台有越来越大型吗？嗯，最大型的可能算是这个中国达人秀。是班杰，他的才华是什么？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乐器。哎呦，这个我们如果是 B-box 的话，就真的很普通。B-box 我们见过很厉害的，而且不是 B-box， 而且他的身体可以发出哆瑞咪发嗦拉提哆的声音，就是每个音他都可以很准准的达到，而且任何他耳熟的旋律，他都可以吹出来。这听起来还是听起来不是 S 喜欢的东西，跟口技很像。身体发出声音，对啊，身体出声音就跟拿锯子锯。其实他用的身体的方法是你很少看到，我是没有看过了，所以我才觉得说他这么厉害。怎么样？是用肛门吗？哇，那高手。来，所以你是用哪里发声？是手，双手。双手腕，双手还蛮普通的吧？普通，只是应该是没看过的那一种。所以你觉得你今天表演完之后，大家会发出惊叹声吗？还蛮不错的啦，我自己觉得。好，白素薇，那你请你就表演位置好吗？欢迎你。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康熙来了》，下课。下课。好厉害！恋爱达人。有点猥琐。谢谢大家。没了。哇，是蛮有趣的一个表演。我第一次看过。好厉害是吧？对，好厉害。站在那边好震惊，然后化妆化的好好的，站在那边这样。对，不不不不不，这是我看过最不热闹的表演哎。我都要哭了呀，好悲伤哦。而且有收到他的那个音吗？很微弱的音。很可爱。收是有收到，可是他整个就是。好像是走投无路才发展出这门艺术，哎，这应该算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表演吧？你去中国达人秀表演什么？这个吗？哦，对，我也是表演评审，有一些歌手的歌嘛，对，简单的。那还有比较困难的是哪一种评审？比较困难就是到现在发展出来这样子有音调。那有水屁吗？水屁的话，可能要沾点水，就真的会比较像。真的吗？真的假的？哦，是有水，就是有水吗？就是像那个一般人有点拉肚子那种湿的屁，它可以有不同的屁，还有那种放不放的那种屁声音，它也可以放。好，那先听湿屁。好。哦，有哎，哎呦，再来，没有听到。哦，这应该是有一点湿气。那如果是即将要放，但是要把它缩住，然后所以变成是一点点气的感觉。有小心漏出来。那如果是老人已经不在乎一切，他就是放了一个气屁。谢了。好像哦，太年轻了，老小水的屁。长者换裤子的那种的。这可能太。长者的屁是很响亮的。有没有爆炸性那种，就是肆无忌惮的蹦出来那种？我的屁好像都太健康了。所以他没办法有那种爆炸性嘣一声的那种，我爷爷以前放屁是这样，炮弹，炮弹类的那一种，椅子会震动，对，就是真的是像啪的那种感觉。你现在有办法，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中间选副歌的一句，考我们看听得出来。比较耳熟能详的话，听过的会旋律就可以。对，走音哎。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真的吗？不敢让自己靠得太，是这首吗？不是。然后你可以提示是快歌还是慢歌吗？慢歌。对，我刚刚手太湿了一点，那音准有点不好，这是我的。再来。好像快猜到喽。行。风火吗？是这首吗？
对，是这只手，是啊，你差太多了吧？你刚刚是在龙卷风，龙卷风啊，就比较前面的地方啊，那个爱情来得太快的那个地方，就像龙卷风，你还是很厉害，再一下啊，对对对，你也是好厉害，真的很精彩吗？我不知道观众还在不在。你有没有想说研发别的地方也可以用出放屁？是例如嘎吱窝。哦，嘎吱窝那个太简单了。真的？真的那个很简单，只是说现在穿这样子不容易啊。嘎吱窝怎么放出？就是裸体的状况下。嘎吱窝也可以。刚好我这边有嘎吱窝了，那不好意思，抱歉。牺牲了啊。那我要夹啊，这样。夹夹夹。确定大家要看这个？苏仲泰奇幻泡沫秀惊艳全场。哇塞！哇，好玩哦！还在，还在！哇塞！哇，好可爱哦！讨喜，对，卡通的歌大家朗朗上口，好厉害，好厉害，马里奥兄弟，弄一个安静的，大家都听不出来。算了，已经算了，没关系。I'm trying, man。那就够了，没有关系。一开始会觉得哇好厉害，可是四声之后好像就会荡下来的感觉。因为你不可能看完这个演出，老师哇吼。这就不是那种气氛的表演了。对，就是那种大家会微笑，对，会心一笑，好厉害的。你讲的没错，是有趣，是有趣的。有趣啦，就放在生活中就好了。辛苦你了，白思维。不应该按确认，请坐，请坐。谢谢。啊，接下来就是林可彤他探访的过程。我平常都常来这边逛街，还有看电影，然后我有看到很多很厉害、特别的街头艺人，所以我就想说呢，而且应该会喜欢一些特别的表演。前两个都不太 OK 呀，继续找看看吧。前面有一个人不知道在做什么。哇，是泡泡哎！难道是传说中的泡泡达人？还不赶快靠近去看看？这个很浪漫呢，好多那个小小正在小小的泡泡，好可爱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表演人也蛮好看的。去问他吗？看你心花怒放的样子，哎，你是来找达人还是找男友的？笑得如此花枝乱颤的泡泡达人的表演相当精彩可及，哎，赶快回到现场欣赏吧。他那个只要是一般人拿起来也 OK 哎。对啊，因为你刚刚也完成了他刚刚做的事哎。对，可是他就是因为昨天是在室外有风的影响，他说他在室内他可以做出更梦幻、更厉害的表演。我们真的让他出来，因为这个不是立刻让白思维刚才那个手屁就。因为收视也不能持续烂下去吧。也是要回升一下啊！好，汉姐，我们要欢迎下一位。好，我们欢迎这位。你练这个事情练了多久？这个我大概练了一年多。所以泡泡到最高技巧可以怎么样？最高技巧，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不知道。可是你是已经有打破某一些记录了吗？我有破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哇哦！是什么？是千层派泡泡。
就是一个套一个还是怎么样？它是由外而内这样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吹我吹到15层。本来的记录是？本来这个记录是11年前12层，对。所以现在全世界你是最厉害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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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讲。层最多的？对，就是那一项是层最多的。所以泡泡的金氏世界纪录有很多项，很多项，对。比方说最大颗的，或者是维持最久的这些。对。但是我们目前有破过，我们目前现在有3项的世界纪录。哪三个？一个是刚刚那个千层派，然后另外一个是弹跳泡泡，跟泡中泡。弹跳泡泡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待会我有带礼物，我要送给三位主持人。OK。就是它那个泡泡呢，是可以在手上不停的弹跳。哇。然后可以维持多久？我们那时候跳是195下。哇，这么厉害！然后你说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记录？另外一个是泡中泡，我待会会表演。OK， 好，我们欢迎你的表演哦，请。整的表演呢，他有道具，还有一些手势跟音乐。我觉得你很勇敢，你完全就以一个素人的身份来。他就是凭真正的肉体在表演。怎么办？我要哭了。谢谢大家来看我最后一场。哎，苏梦泰完全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出者。他这已经媲美太阳马戏团了吧？对啊，所以你这个应该有受到邀请去很多正式的场合表演。我目前呢已经因为泡泡秀而去过马来西亚、跟香港、跟澳门的出过表演。帮白世伟一个忙，就是我们真的让他搭配一个屁音，让他放一个屁出来，好不好？你们俩结合好了。可以，白世伟来，放屁，然后吹那个气，是的，加油。那个放屁，然后他的泡泡会形成，然后从放屁的部位离开，就飞出去，这样。好，你放一声屁，我就吹一颗。哦 ，OK， 好。你要怎么吹？你先吹一下。哦。Sorry， 谢谢你尽力了，我就会去表演。对不起啊，对不起。你做好做人就好了 ，OK， 没关系。不好意思，我们就可以露馅。这个我是要送给三位主持人。哎呦，
多谢，我一直很羡慕这个小泡泡，弹跳的，对，谢谢谢谢。所以是一般正常人就会把成功，是不是？对对对对，是吹它嘛？对，吹，轻轻吹。结果，然后呢？然后呢？在等它在十秒钟的时候，嗯，十秒钟，十秒会怎么样？就会这样。好可爱哦！哎，它不会，不会这个，哎，这个可以把它啊，哎呦，真的耶！哎，你看看，有了，这就够你们家小朋友称霸了。你看这个功用会有多神奇啊！他最高是停六周，六周，小心你要带这个六周哎，六周，但是你都不能碰他哦，不能洗手，这不是泡泡吧？超持久的泡泡，小威子爱不释手，没了 ，Oh my god， 带着，这么在乎，想到要有泡泡这件事，就是希望回到家的状态在，应该可以，现在可以，现在可以，有了有了有了，好了。一般人可以现场跟你一起玩的东西，通常我都会推荐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大泡泡套人。大泡泡套人，哦，这是人可以在里面吗？对。好酷哦！哇塞！就 S 姐可以试试看。好嗨哦！你是把我装进去吗？装进去吗？我泡泡还在。不是因为我还是没有被泡泡停过那么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好，准备喽，一、二、三，哇！可以再久一点吗？久一点吗？可以六周哦。更漂亮，它很像仙子的感觉。好漂亮！啊，我碰到，对不起。那哇，好凉哦。好，来洗澡。观众朋友，你刚刚有吃下去一颗泡泡，你可以做一颗大的给陈汉典吃下去吗？他可以吃吗？可以吃，完全没有毒的。它是食用性泡泡，是不是？食用性，它不是食用性，你要做大颗一点给他吃哦。啊！快吃快吃它，快吃它，先等它出来。快吃泡泡了，好奶油口味的。还要吐出烟，吐出烟。不行啊！怎么那么少啊？好烂啊！你干嘛？你干嘛吞烟啊你？吐了，它吐出来是很漂亮一个，对，没了。Oh my god！ 再吹，再吹。你这么在乎手上要有泡泡这件事，就是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它还在。漂亮漂亮。有一颗好大颗，这个很大，大颗大颗，现在应该可以了。可以吗？啊，对对啊，没有不要动。应该可以，现在可以，应该可以。有了有了有了。好了，你再快。谢谢聊天，谢谢你的话，这样子，你知道怎么画一整完整的？好，你们 OK OK。所以请问你自己还有在研发新的各种方向吗？有啊，我一直都在想，其实我每天我都在想泡泡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说要一个方的或者什么三角，这些都 OK 吗？可以啊，方的可以啊，就是做一个方的容器吗？不用，我用那把泡泡镜就可以了。你现在可以做得出方的吗？可以啊，真的方的泡泡，怎么可能就方的？什么可以？泡泡做方的还叫泡泡啊？哇，真是很厉害。人形或者各种建筑物的形状吧，这个就可以做一个101出来吧。比如说一个 Hello Kitty 的一个形状，这样也可以。那个很困难。
其实当初我对泡泡其实非常的瞧不起，是哦，对，我觉得泡泡是小朋友的东西啊。但是我就是后来在网络上有看到那个国外的那个泡泡大师放样的表演，我就是被他颠覆了刻板印象。那你一年多没有之前没有学泡泡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做魔术跟小丑气球。现在演唱会如果是这个表演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惊叹声就会比气球要多很多。之前那个 Amazing 我有去表演过。OK。对。所以你现在有内心觉得你比折气球和变魔术的人更厉害吗？没有，我觉得各行都有他的说不出的辛酸啊。小白是为小屁友啊，对，很辛酸，超心酸的。很成功，谢谢你的表演。谢谢。目前好像有让你燃起一点热情，对不对？很开心。那如果收视有稍微上去一下，要不要再把它弄下来？不要。OK。好，那我们看小优去找到了谁。那我们今天要来找寻让 S 姐可以惊叹的人事物，我已经找到了。当当，就是他。他现在在网络超红的，他叫宽基文，而且呢，他的这个手指舞呢相当的欠揍，我觉得搞不好 S 姐会在棚内跟他打起来。而且呢，我这次呢听说呢他是大学生的美的人，所以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找那个大学生的工作人员来要电话。Go， 这边就是大学生的 team。哎，朵拉，哎，我跟你讲，我有事要请你帮忙。嗯，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哦，有啊，现在我们大学生人啊，是不是？我要邀请他上康熙。电话。我说小优，你这运气未免太好了点吧。我马上拨给他。409。哎，打通了。哎呀，谢啦谢啦。大学生人很棒，马上去跟他讲电话。喂，是宽基文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不知道？好了，小优，我看你还是赶快完成任务会比较实际哦。对了，我是你学姐啦，就是我很需要你的帮忙。你明天有没有空来录康熙？拜托，我需要你。明天？啊？给你30秒。你看他还没红就这么大牌了。可以吗？可以吗？明天，好，那我们明天中天见喽。好，跟你说，我会赢，而且他一定非常棒。小 S 姐，你即将看到最好笑的人。大学生的美里面的大学生，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大学生，因为我是先从那个我的脸书，然后看到好多人在推他的影片，然后才知道他现在在那个 YouTube 的平台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他最近模仿一个很流行的 Kiyomi， 嗯，然后你看了会忍不住想打他，可是又觉得也太可爱了。你先跟我们看节目的人解释一下。Kiyomi 是哦 ，Kiyomi 就是现在很红，它是一个韩国的新的歌，然后红到台湾是因为它有很有名的那个数字舞，的 Kiyomi， 然后比到六。它的音乐引发了很多人做同样配着同样的节奏来做可爱的动作，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做这个，因为看起来就是很可以装可爱。像安心雅，然后我刚刚听说林可彤也有拍，就很多人都有拍这个影。好像 Hold 住姐拍了 ，Hold 住姐也有拍，对 ，Circus 也有。因为林可彤的也是正常的装可爱，是不是？啊，哦，我很可爱哦，因为我发现我的你是耳背啊，他还是有听到我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很骄傲，我刚刚就跟小优说，我就放我的 Facebook， 结果那个吴佩慈跟安西亚都在下面回说我的很可爱，你的版本是正常的装可爱吗？对。就是随随便便就超可爱了。宽基文超俏皮的影片，小妹子只想飞起来逼。放那个宽基文同学他的 Kiyomi 的画面。
头皮整个是麻的。真的吗？哎，他在网络引起非常大的那个反应回响，反弹。反应很大。有啦，也是有不少人骂他，可是大家就很想认识他。我头皮一阵一阵的一直麻。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对不起。观众是说，我们起码应该先放正版的给他们看一下，对不对？让观众知道他在干嘛。直接就接触到这个版本好吗？他是会有点震撼到。有震撼，可是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而且我必须要帮他讲话，他很加分的是，他这个影片那边还有一颗碰碰。Yes，保护他。可以6周哎，六周。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就是他这个影片是为了他女朋友拍的，对，因为 Kiyomi， 对 Kiyomi， 因为他一直觉得 Kiyomi 这個影片好装可爱哦，可是他女朋友说拍给我看，他就为了他女朋友拍这个影片，那很贴心，很加分呐，对啊。可是他有女朋友的事是真的吗？等下可以问他，可能自己编造这个感人的故事在后面，然后就把你们骗得一愣一愣的啊，不会吧？来掩饰他这个影片令人发麻的，我们可以当面问他，来看我们请他，好，我们欢迎宽基文。哎，你在贴，刚好挡住白痴。不要再搞这个白痴了，好不好？他人生已经够好过了。S 有想要请教你感情生活的部分。嗯，有女朋友的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对。交往多久？现在交往快2个月而已。哦。是全新的女朋友啊。全新的。你怎么有把握会维持得住呢？没有，就慢慢来吧，一步一步。因为才2个月，你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2年之后你可能就不会 Kiyomi 了。唱个歌也是目标。的冲动。小优，那你今天麻烦人家来，是要在 S 面前再演一次头皮发麻的表演吗？没有，就其实我后来发现宽基文他本人呢也有很多跳舞的影片，他是一个最灵活的那个 popping 的胖子。是，他可以说在 popping 界的这个洪金宝。我们没有问你啊。对啊，你干嘛插话？因为我们就听宽基文本人讲就好，你干嘛在旁边啰嗦？而且刚才那颗泡泡嘞，啊，已经消失了，因为刚你吃掉了，对不对？是因为那个 timing 已经它有点消烘了啦。哎，如果他在你面前表演那个 Kiyomi， 你会怎么样？我承受不了，我可能会飞踢他。所以你给他跳的舞是认真的，认真的。因为你们现在还是把汉典当成是舞蹈圈的人吗？哎，哦，有。其实我们是同一个老师的。真的哈，真的。所以汉典的 popping 有怎么样吗？也是很厉害。没。好，看基文加油喽。而且他变 popping， 他的脸也变抖，对他效果会加强，他脸会 popping， 他很像有一个机器人躲在米其林轮胎人里面要出来，可是出不来的感觉，对不对？跟你同门的师弟哦，结果他比你厉害很多，对对对，他 popping 是很厉害，是 popping 为什么那么不厉害？因为我们不是跳 popping， 我们跳 hip hop， 好，对对对，你可以震动像他那种感觉吗？可以啦，但是蛮久没震了。啊，你可以啊！对，可以啦，其实还是 OK 的。你嘴巴干嘛亮啊？你学庾澄庆吗？还是于天啊？没有没有，就是发饼啊。可是你，你为什么表情那么痛苦？不会啊。好了，谢谢，很好看，很好看。可是因为没有肉的关系，好像就少了一点那个。而且因为宽基文好像是很欢乐的在跳舞，汉典是有一种咬牙切齿。我觉得他在某些节奏点上可以给他一些屁声呢。又要再结合？屁声跳一段，你还想放白事为结合吗？所以
我们绅士好不容易回来，就让你在这里。不要再拍白事伟了。OK。好，接下来呢，郭彦甫去寻访的画面。好。身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呢，这一次呢，我到康熙来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呢，之前我在看微博的时候呢，有看到大 S 亲自做一个甜点给小 S 吃，然后他特别在那个微博上面有 po 文。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我想看看说这附近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甜点，可以带到现场去给小 S 一个 surprise。现在马上来找一下，看这附近有没有那个苏打饼夹那个棉花糖。有了，你看看，这边有一家，这个地址是在基隆路的附近，然后呢，所有的资料上面都写的一清二楚，还有讲，还有那个，还有人评论都很好。很酷哎，感觉是异国料理。走，前面。拥有丰富找美食经验的彦甫，这个应该难不倒他了吧？哎，好像就是这间喽，运气很好。来，你看，上面有写塔吉，有没有？来，这边就是这样子，一模一样，同一家店。哦，是摩洛哥料理。进来找甜点。终于找到了，赶快来进去看看吧。你好，我们这是在网络上找到资料，你要吃这个啦，这个吗？有，真的有吗？真的有，哇，来，谢谢，马上就来吃吃看。瞧这么彦甫满足的样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回到现场一起来享用吧。台北真的很少找得到摩洛哥菜，我觉得很少，包括那个我们在那个师大夜市那边也不常见。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家店的时候，我觉得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它整个就好像我们已经 check out 出去了，你知道吗？好像已经到他们那个国家那种感觉。大 S 真的有做这个给你吃，他自己发明的，结果原来他做的是摩洛哥菜吗？哦，因为他常常上网去找灵感了，所以。这个是苏打饼干夹棉花糖，你现在放着都想再吃一个，看起来就好好吃哦，就是苏打饼干夹棉花糖。我现在棉花糖烤过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怎么那么像马吉啊？对，它的是比较马吉的口感，然后有那个苏打饼的味道，就觉得那个饼干味道很香，吃一下好不好？它的米布丁也非常厉害，米布丁啊哈，而且其实它今天的还有点热度哎，对的。这个米布丁吃下去，它还有那个一点那个米粒的那个饭香味在里面。米布丁很好吃，米布丁超好吃，米布丁，而且它的下面会有一些那个饭粒在里面，那也不会让你感觉好像在吃粥的感觉。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饼干夹棉花糖，这个很好吃，而且因为这个还可以玩的感觉。对，这个比较像大人，这个大人的饭后甜点那种，比较清淡，可是很好吃。我们要请客人进来喽。哦，好，我们欢迎这位老板啦，请进来。你好，老陈。对。哦 ，OK， 嗨，请这边。你在台湾多久了？十七年。十七年了。对。十七年前是来台湾做什么？十七年来台湾找钱。找钱，好找钱。进来在当找工作，还有认识做事来玩的时候。他以前还有当过 model， 对，是啊，他五官很。他说他以前在台湾，我当很多，在日本啊是一个还蛮有名的 model， 然后那个时候就赚很多钱，然后后来开店。如果来台湾已经十七年了，应该已经有家人了吧？对，有。有家人了，所以你现在餐厅。开了几年？差不多两年。两年。两年。老陈，那你有看到刚刚那个手臂的表演吗？是啊，手臂。谢谢。会不会外国人的接受度比较广一点？哦。还是为你来弄给他看。来，手臂。A very special show。最厉害的一首。加油加油。最厉害的一首。最厉害的一首，直接就出了，不要保留了。好。对。在唱歌还是？他在唱歌。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他用手掌唱歌。然后快到垃圾了，他听出来了。呀呀呀呀呀呀！光复了我们台湾。
洲的人会说摩洛哥，不是摩纳哥，不是墨西哥。摩纳哥，摩洛哥是在北非。北非，嗯，卡萨布兰卡不太一样。对，卡萨布兰卡。OK， 地中海。还有今天除了那个郭彦甫介绍给我们老陈的好吃的点心之外，你要帮他完成一个事情。对，那一天呢？对，那一天其实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啊，其实我才吃一口而已。他说：“你先憋着就吃，我有个任务想要托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完成。”是哦。那我想说，那既然那么难得可以出外景，对不对？那我想说，那能够帮什么忙，我就尽量帮他忙。结果他想要干嘛，你们知道吗？怎么样？在。他们想要利用《康熙来了》，好，这个全国那么收视率那么高的一个节目上，要跟他的未婚妻在一起十年的女朋友求婚啊！这他要求婚，这完全都没有 C 的，这就是他的女朋友，这是他女朋友。那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天，但是我都没有跟他讲。你们在一起，你们多久？中间吗？好，请到中间。你有要求婚的话要说吗？你有话说。OK， 彦甫，你帮忙。老陈，你有麦克风了？等一下。要。你已经有麦克风了。这个手要拿别的东西，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个是给他的。好，让华哥求婚记。谢谢，请你。你嫁给我好不好？我等你那么久。现在我要给你一个礼物。哇！好感人，如此。对。难怪你今天问我放哪里。你放哪里的话？你原来如此。好啦好啦，没事，我快点结婚进行曲。好好的说，有，请你嫁给我。可是他就说好啦，好啦，好啦，害羞。你不是应该要更浪漫的回答吗？因为本来就已经要结婚了。你只对，你没有准备说他要做一个求婚的仪式吗？我有一直逼他，大概逼了半年，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不喜欢跪下来啊，他觉得这样太老套。哎呦，可是你刚刚有很感动吧？回家再算账喽。我就说我不想要上来。你不喜欢公开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虽然老套，可是有手臂伴奏结婚进行曲很少见，应该是唯一一次吧。我想，对，没有别的婚礼会请他做这件事情。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恭喜，好，那两位到彦甫旁边坐一下吧。好，所以除了见证了这场求婚之外，今天对于四位来宾用心的帮你找的惊喜，我们今天是见证了一对幸福的新人诞生，然后也见到一个年轻人的毁灭。百感交集，我知道，我们就葬送这段长达几十年他们的这个家传的艺术吧。最感人的还是他还在。我们把他带回家去吧。谢谢你们。